这题放过他。第二题，如果你有了另一半，当你不开心的时候，他做什么能够让你感到安慰？他不用做什么，只要静静地陪在我身边就可以。这题，面对心仪的女生，你是主动出击型还是被动等待型？喜欢就追啊，不追的话不就让别人给抢跑了吗？对，要勇敢。